们环保署长李应元今天在我们委员会里面呢，他开了一个小小记者会，他说我们从空照，我们那个天眼跟千里眼的计划，我们的空照图拍下来呢，发现有很多人在点火，就那个燃烧的嘛，燃烧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监控。你说路边烧稻草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要监控这一个，要不然哈，我们都是做白工，就是哈，我们好不容易捡的，然后这些人又燃烧了，我就直接打脸他说，那你昨天深澳的这个燃煤电厂，不是也是让你整个环保署在做白工吗？你要降低整个红害的天数，你要减少排碳。结果你允许你的环保署副署长在关键性投票的时候允许他。赶快启动，赶快盖，赶快烧，请问这是什么政策逻辑？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